代向前冲，邵兵当导演，儿女成演员。随着某亲子秀节目火爆荧屏，如今的演艺圈似乎一夜之间改变潮流，明星们都开始大方地把自己的心肝宝贝儿推向台前。由邵兵首次担任导演兼主演电视剧《一起长大》尤其如此，不仅请来李立群父子、王姬母女等圈内父子母女党加盟，邵兵这次还把自己的龙凤胎也带到剧中参与拍摄。创作之初的话没有想过，这是完全是缘分碰上的，大家有这么一个机缘凑在一起。说举贤不避亲，这么赤裸裸的利用职权让自己的俩宝贝上戏，可见邵导对自己的孩子是信心十足。尽管目前还不知道这俩小家伙到底演技如何，但自从他俩正式成为剧组演员后，邵兵在家的地位就明显高了不少。那天呢，偷偷的在他妈妈的耳边说呢，说你知道吗？那个，我现在必须要听我爸，要不然他把我换了怎么办？小编点评：星二代从小就会巴结导演。